好了，身体部分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用白色线勾一下这个嘴巴的部分。我们来起针，嘴巴部分呢，我们是用辫子针的方法来起针，先这样打一个线圈，然后勾针穿进来，适当拉小，左手把线搭好，勾针直接把线绕住，拉过来，这就是一针，两针。按这个方法来起针就可以了。最开始是先勾14个辫子针，我们来勾一下，3、4、5、6、7、8、9、10、11、12、13、14。勾好这14针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在第13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我们倒着往回勾短针，第13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做好标记。接下来呢，我们就依次倒着往前勾，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个短针，第12针里面勾上一针，然后第11针里面勾上一针，第10针里面勾上一针，就这样依次倒着往前勾，连续勾好12个短针。大家看一下，我们勾好12个短针之后呢，我们还剩下一个针眼，我们在最开始的这个第一个辫子针针眼里面穿针，连续勾上4个短针，一针，两针，在这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4针，3针，然后第4针，勾好之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倒着往前勾，还是在每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针。接下来，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还这样勾回去，我们再勾好11个单独的短针，每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针。好，勾好这11个短针之后呢，我们就到了最开始倒着往回勾的这个第13针的这个针眼的这个位置了。我们在这第13针里面穿针，再勾上一个 W， 也就是勾上3个短针。大家把这个 W 这个字母符号记一下，一针里面出来3针。那么我们在后期勾眼睛的时候呢，也会用到这个 W 这个字母符号。那么第一圈就勾好了，勾好之后呢，我们继续勾第二圈。首先呢，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勾上一个加针，勾上一个 V， 第一针做好标记。接下来呢，还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再勾上一个短针，这是一个 V。 接下来我们连续勾好11个短针，第一圈勾好之后呢，我们是变成了30个短针。现在我们勾的是第二圈，中间呢勾好11个短针，这11个短针呢永远不发生变化，我们永远是在这两端的部分加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连续勾上4个加针，第一个加针，然后第二个加针，第三个加针，然后第4个加针。勾好4个加针之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变成了8针，中间部分呢还是勾11个短针。每一次加针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左右两端的部分来加针，中间这一部分呢它是不变的。好，大家看一下，勾好这11个短针之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一侧了，还剩下3个针眼，再对应勾上3个加针。我们最开始是勾了一个加针，
加上这三个加针呢，也是四个加针，和另外一侧呢是保持对称的。第二圈勾好之后呢，就变成了38针。大家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三圈。第三圈呢，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和一个加针。第一针里面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做好标记。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然后接下来中间的部分勾上11个短针。好了，勾好之后，这一部分呢，按照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四次。一个短针，然后一个加针，这是第一次。接下来第二次，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然后第三次，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然后第四次，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好，勾好之后呢，后面部分就还是11个短针。好，勾好之后呢，这一部分呢，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三次就可以了。因为最开始呢，我们已经勾了一次了，大家跟着我呢，把剩下的这三次给它勾好。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勾好之后呢，就变成了46个短针，对应46个针眼。好了，我们这个第三圈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四圈的部分。最开始呢，我们是勾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同样的做好标记。然后第二个短针，这是两个短针了，然后一个加针。好，勾好之后呢，中间部分的11个短针我们给它勾好。勾好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另外一端的部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次是按照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四次。我们来勾一下，两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第一次。然后呢，我们把后面的三次给它勾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勾好11个短针。大家看一下，勾好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一部分呢，按照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三次就可以了。最开始我们已经勾了一次了，两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好，我们这个第四圈就完成了，变成了54针。我们这个嘴巴的部分就勾好了，把线拉长，留一个长线尾，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来连接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个针眼跳过去，我们从第二个针眼的位置穿针，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挑它的后半针，连同它下面这个小线圈，这样一同穿过去，这样给它连接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嘴巴就完成了。好了，我们把这个嘴巴勾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它图解部分，把这个舒塔的这个两个眼睛给它勾好。它的起针呢和这个嘴巴的起针是一样的，也是用辨认的方法来起针，然后呢转圈来勾就可以了。稍后呢会把图解给大家。这是两个眼睛的部分，接下来呢还有两个腮红的部分，大家看一下，这是两个腮红的部分，它是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八个短针就可以了，非常简单。这是两个腮红的部分，还有一个这个鼻子的部分，鼻子的部分呢也是用这个环形起针的方法勾八个短针就可以了。那么把腮红和鼻子给它勾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两个脚的部分，这是两个脚的部分，还有两个手的部分。两个脚的部分呢要比这两个手的部分呢要短一些，这是两个手的部分。起针方法都是一样的，环形起针的方法起六个短针，然后呢第二圈加针加到12个短针，接下来就是不加不减一直往上勾就可以了。脚的部分呢我们是勾到了15圈，手的部分呢是勾到了20圈，方法是一样的。然后里面呢可以放入少许的皮皮棉，最上面这一部分呢就不要再给它放了，只把上面那一部分呢给它填充好就可以了。后期呢我们会这样给它缝起来。好了，接下来呢我把这个手脚眼睛还有这个腮红鼻子的图解全部打在屏幕上面，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好了，我们把每一部分都勾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把鼻子给它缝在这个嘴巴上面。大家看一下，把这个鼻子缝在这个嘴巴上面，我们就给它缝在这个偏上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是中间的部分，中间部分偏上的位置，两边呢保持对称。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就这样顺着这个圆片的这个轮廓去把它缝好。就这样给它缝好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把它线尾藏一下，固定一下，长的部分直接剪断。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鼻子就缝合好了。